军，这个蜂窝哎，水豚军，还在甩尾呢。他们的那个上面都开在火车里面了，感觉要来喝个柳橙汁。不加糖的。好，我今天出去面试哦。好，丁庸，这是第一名的嘞。超甜，这件好喝，推，很爽。整个都是肉皮味，好赞。买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真的很爽。200块的冰火，这咖啡款就喝里面了。加酱油下去很淡，直接撒泼哎。喝酒哎，它至少这样好吃哦。加泡菜比较好吃一点，鱼肉是蛮嫩的。我看到20块，看那个烤鱼，非常爽，就个冰火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曼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今天呢，带过去云林古坑绿色隧道公园一日游。听说那边假日都有一些市集，可以带着小孩去那边放电，然后我想说去看一下。OK， 不要啰嗦，出发 ，Go Go。我们到了，我见识到了这个隧道，真的很夸张哎。看这个停车场在排队，然后这边路边一排都是停满的，还有前面那里那个停车场也是满的，然后这里旁边有个区域也是满的。刚才这样开车过去，我看到里面的人很密集耶，有点恐怖。等一下进去看看，然后我们先走去最前面那边开始逛进去，这样。大客车200，小客车50，哇，也是满了。我们的车是停在像这种的路边停车，是不用钱的。那你看里面，我想说从最前面那边逛进去，会比较有感觉一点。然后刚好逛回去车上，这样绕一圈。我们走到前面了，现在时间是12:37，气温25度。我们现在的地方是这个绿色隧道景观公园。好，我们现在先去逛那个蜜蜂故事馆。好进度，帮你争取一个好运。云说他有来过，他说他要带路。Honey Museum， 看一下，欢迎参观。这是园区地图，这里有蜜园咖啡屋，还有嗡嗡大草地，还有主题馆。哦，这是用餐的。来古坑就是要喝那个吧？柳丁嘛，还有柳丁的吗？没有，你这是柳丁的故乡，应该要卖柳丁的饮料吧？哦，好像也是哦，这两个东西呀、啊。哦，嗡嗡市集，可以来翻过去那里。你还拍到蜜蜂了，蜂蜜蛋糕了，换了吧。你有看，伊上面有一个蜂窝。有啊，对啊。这个蜂窝哎、哦，这几天最近很红的。你看。水豚君。哦，对，水豚君。他穿的蜜蜂。蜜蜂包啊。这几天有保养用。哦，那保健类似保健食品。哦，还要测，差不多了，就是正版蜂蜜礼盒。哦，小姐，是
真的蜜蜂窝哎。我这乱啊。这里啊。进来了。进来了。进入的哦，进入进入，我都是在 KTV 的。今天呢，还好我拦住你，你别不要背你啊。我们要进去那个隧道里面了，我没有来过哎，想来看一下。感觉这个隧道很夯，人超多。对啊，咪咪底下跟同一个色诶，同一个颜色。哦，边啊，我包。可以请我用。直接可以买包包的。走啦，看超瘦的。那个注意。那天这里一只啊，那你猫咪就白无聊啊，伊就半暝也白玩啦。对啊。我嘛是啊。走，我们进去露营农场。哇，现榨柳丁汁。柳姐对台，我把你抓啊。当然要做宾士啊。哦。哦，这进去还要。门票。都在玩具游乐场里面哦。这里有嘟嘟亲子小火车。十分钟200。出的时候再踩油门。现在刚才就剩了，还在甩尾呢。六，刚才在秀星以前的集体的感觉。以前集体有。对啊。那个这个感觉还地板还没有那么低。哎、欸，我还是电动的吧。所以这速度不能很快。嗯。啊，集体黑的让擦个底啊。下面小朋友。懵懵懵懵懵。买盆啊。玩具游乐场王子都在玩具游乐场。好厉害。被那个龙上百款的桃花哦，那感觉睡得很爽哎，可以把那个三楼那个懒人帐篷打开，留在家耍废啊。哦，小火车哎，这边也是一样油啦，哪里都有。我等下要稍微感觉要来喝个柳橙汁。五颗一盘，一盘啊，就大概一袋啊。啊，肯定要几两块，一个五块，一个五块，还是品种不敢。他们的那个商店都开在火车里面呢。哇，这个啊，这里有很多的摊商。你要吗？超多的啊，整排都是，两排。然后卖很多咖啡的，咖啡农产品，然后卖柳丁的，可是都没有看到柳丁汁，现榨的都没看到。啊，很多卖蜂蜜的，蜂蜜饮料的哦。可是我不喜欢喝蜂蜜酒的吧？我喜欢喝柳丁呢。我也没喝到呢。要吃吗？请吃吗？先尝，对，其实先尝一种的时候。哇，这里有鹅蛋呢！我第一次看到鹅蛋。这咖啡款就喝里面。酸的。你也是烘焙的、啊。阿翔啦，伊拢烘焙拢是像美式的。哦。同学，等一下啦，台湾的农民一个机会，我们请一下木棍的工作人员。哎、欸，啊、你们喝，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，请你们喝芒果冰沙。好啉，我妹妹啊，我会改喝啊。同学来吧。我在那个西周瓜博那边喝过了。
哦，那个很久了呗，去年。那、啊、我当工作人员啊，云岭的啊，我是你员工的朋友啊。哎、欸啊，对 对, 對、啊，他去哪里的？我都找不到他。他在桃园啊，郑先生啊，你们都当兵回来了吗？对啊，啊结婚了、哦？没有了，那我姐啊。哦，我说的你女朋友很漂亮啊。嗯，这件好喝，推。谢谢谢谢，这是第一名的呢，你要去哪里吃来？直接来。好，谢谢。哇，赞哦。来，我们能不能请到下一位？那、嗯、你们记得讲，你们能不能吃落流？这吃够是不中嘞？嗯，这毕业妈妈呗，好险，色色的哎。一杯木瓜，一杯落流。我那时候每天都来买一杯木瓜。你要看你一个他们的背影。对啊。心不心欢啊嘛？哦，好喝，这个是真的好喝的。谢谢老板，拜拜。老板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加油！早上叫你们了。那抓看柳枝柳丁枝啊！来，来，来，我先聊到你来。你椰木瓜是干哪种？是冰冻无够的。椰木瓜够甜的。看我上次吃到那个超色的。现在我那阵在妈妈买一个，三粒无两粒拢苦了。够苦啊！嘿呀。嗯，好哩，要不啉这個？这间木瓜天赞。浓稠。嗯。整个都是洛梨味，好赞。对，按摩8分钟100，对吧？哇，8分钟100耶。哦，买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真的很爽。下面有草原，大家都在玩球。哦，没事吗？你们要喝什么？200块的冰我。哇，找大哥、哦。来，你话胡椒盐强的吼？系啊，食到起人用的啊。我试一下吧。试一下吧。过沙鱼啊。原来早餐店的人荷包乱。对啊。哦，加酱油下去很赞，跟胡椒。嗯，好喝。三罐啊！三罐。哦，那应该是那个纯的较好。不加糖的。好。加那个水的。纯原汁都纯的就对了。对，送你一天啊，黑色的。好，我没中。你叫唐露露了。我要玩。你叫冰棍吧。你姐。我是冰妹。好吃啊呐。啊，不是讲不爱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，怎么了？吃起来是一样的。你可以买什么给啊？是啊。我你，吃吃也可以，看你买的。吃呢，怎么不吃？吃买的我就吃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吃啊，一只3块的。看看了，新鲜现杀柳丁丝。我们差不多走到尾了，还会不得，竞争力很大。焦糖要？要爆米花吗？啊。哎呦，这间肉饼在那个铁丝路也有排。这间韩式好像很好吃哦。它不会腻，它也不会有。要不要吃？但是你煎起来看起来。要不要来买一个来吃看看？其实，买运费。我被鬼，按够了。我才鬼啊！你这样亏。80块。哦，别吃哦。然后他说肉嫩不油，爆汁味道香。倒掉，
一起没油。嗯，确实不会有。然后它会爆肉汁。去煮药。哇，二十块不会啊？我才二十块不会啊。还是你知道吗？加泡菜比较好吃一点。会有一种酸甜酸甜感。你的肉真的是蛮嫩的，就夹起来有点像红烧狮子头。你的泡菜都不香吗？哎呀，不香吗？而且不生，没有加糖的柳橙汁，也没有加水，纯原汁。哦，今天纯原汁哦，一定哦。会甜哦，但是有点酸酸的，我不喜欢那个酸酸的感觉。但是整体不错。我觉得那些包就好吃，哪会酸酸的？没有不会。哦，是哦。蛮好喝的。猪公块黑猪肉香肠一根25，几斤了？对，25。你黑35诶？哦，35嘛是上诶。你比25嘞？你黑诶跑车呀？啊，你想要吃？啊，无过绕回去甲芳牛，25尔嘞，25的香肠要去倒回去啊？你明明就是要绕回去买果汁，呀，25。今天嘞，没有要甲芳牛啊？原味25啊，今天25是原味，啊，不是俗啊。我看到25块，这敢会伤长？哇，50块而已，其实就普通大小啊。买爆米花送中华人民。来来来，端进来，端上。一趟一包，小个肚头。今天呢，今天小安哥唔知去烤诶，够受好食。你看赞诶，要食啥鱼啊？170。周煮的哦。嗯，赞诶，看那个烤鱼。那是周煮的。周煮野燕原木烧烤。对耶，拢是原木。对啊，这是原木。你吃袂落啊？你好吃，矫正酸痛，每箱一把。我也在矫正酸痛。好了，我们吃的差不多，也逛的差不多了，准备撤退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古坑绿色隧道一日游行程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那我觉得这里的美食很多，然后很多卖咖啡、蜂蜜还有柳丁。那来这里不妨可以吃一下美食，有草皮可以让小孩子放电，也可以带着懒人帐篷来这里野餐。那这样耍废一下，一个下午就结束了。OK， 以上就是分享。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记得那个喜欢；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